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是叶伟霆。叶伟霆今天要唱陶喆跟阿妹的歌，对，分别是沙滩，然后还有倒数三秒。那合作的乐团应该不是国乐了吧？不是，是非常特别的阿莫尔乐团。阿莫尔，阿莫尔是法国乐团来的吗？它是一个是非洲鼓，一个是澳洲吹管。哦，但是他们是原住民朋友吗？他们的团长是原住民朋友。好，我们在这边掌声欢迎阿莫尔乐团。我很喜欢这次那种表演的感觉，就是前面跟后面落差真的感觉很大，然后希望各位观众和粉丝都会喜欢这次表演，享受在这个表演里面。所以阿莫尔还有小叶，加油加油！还刚刚好，倒数三秒，准备你的。
师，哇，不得了啦，这里是大公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上台前有服用什么药物吗？为什么你可以自然嗨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听到音乐就会吗？一听到节奏就会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精神，哎、欸，你、哦、好可爱，大头老师，他是平常就这么嗨吗？对，他平常蛮害羞，今天因为脸有涂过，以为有伪装，人家认不出他。小叶跟他们的合作，自己感觉。其实很开心，因为第一次看到老师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大公老师他比较多这个想法，然后我很开心跟他们碰面的时候，他们就先听过我挑的歌，然后我也跟他们交换一些意见啦，然后大公老师看得很严肃，我本来不大敢讲，就说那先开玩笑了，看会不会就是比较缓和，就他们很开得起玩笑，就到就玩得蛮嗨的这样。这个是所有选手要学的，他没有说什么今天几点起来，或是前一天有拍戏什么，就是这首歌他就自己开始嗨了，鼓手也是很嗨啊，第一首歌几乎是听不到他在爱抚他的鼓。你好爱他哦，整个就在那边这样慢慢的这样摸他，对不对？制造沙滩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其实呢，就是他们不在乎说在这个我是不是 solo， 我是不是被听得到，但是他那个感觉他要给你的。请问这支很长的旗杆是？每一个家庭家里都有的水管，最长的这一支，对，哦、而且 是你自己制造的吗？而且是 made in Taiwan。哦，自己制造，把它涂成红色而已。哎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它的声音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听一下吗？ Okay, 听得到吗？可以。它只要吹气就好，是不是？它会发出一个很神秘低沉的声音，对。哎、欸，哇，村里干的哦。哦，这是你嘴型的变化，但是可以有 key 的高低吗？越低的管子越难做音高的改变。哇，真的很特别，再次谢谢两位老师。这段表演老师觉得如何 ？David 老师，我要说的第一是，没有穿鞋子是非常好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如果下面有泥土或者海或者草的话会更好，对不对？不，没有穿鞋子那个感觉我已经受到了。嗯，很大自然，你要真的要非常谢谢那两位老师，因为那个不只是表演，不只是跟那个歌融合在一起的全部，我觉得真的让你很开心，我没有看过你那么开心的，所以是这个组合，然后你的心那样子去唱那些歌，让我非常的感动。马上就看叶维婷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叶维婷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22分，哇，不错哟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哇，韩贤光老师。你很喜欢哦？对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这个组合非常棒。哈哈、第一首歌还感觉不到，然后第二首歌就跳出来了。哦，所以我觉得他唱的也很好。谢谢老师，不错不错，哇，是这个现在蛮高分的22分。所以其实像你自己，是不是比如在跟他们合作过程当中，你觉得跟他们学到最多的是什么？我觉得很简单，就是你站在台上你一定要很快乐，因为其实我很想要制造出这两首歌的不一样的感觉，就第二首歌就很像比如说原住民啊，喝一点小酒啊，可能在树下面聊天，然后开始在玩音乐的感觉，然后他们就让我感受到那种很简单的那种快乐。不错哦，叶伟婷，掌声鼓励。老师老师跳的舞真的是吓到了。对，我昨天睡不着，然后忽然有灵感，我就觉得应该来跳一下。我的习惯是上台紧张就鬼笑，可是一到看到两位就是我有那种放松的感觉。真的是谢谢老师，可以那里辛苦两位。